来，姐妹们，今天呢，给你们试穿的是我们米亚阔自家的这一个六分长的连身裙。这款裙子你们可以看到哦，它的长度呢，本身呢就是盖过完膝盖的，它是属于是六分的长度。然后呢，整体的效果呢，还是带有这个娃娃裙的这一个效果，所以呢，穿起来非常的减龄。现在呢，我穿着的是藏青色的 L size，L size 呢，我整体穿起来呢是舒服有松动味的。这款连身裙呢，姐妹们呢，无论你们是出门啊或者度假穿呢，都可以的，因为呢，它就是主打整个很舒服的感觉。你们可以看到哦，在布料上面呢，我们就选用了这个比较轻盈的这个面料，所以呢，穿起来呢是非常的舒服的。另外呢，黑色的效果呢，穿起来就是非常 classic 的 feel 了。也现在我身上呢，就是穿着这个淡淡的紫色，它整个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浪漫的紫色。你们可以看到哦，这个面料呢，本身呢，上面呢就是很多皱褶的，它就是呢已经是有压好这种纹路。另外呢，在袖子这边呢，就是有做了这一种折位，看起来呢不会那么的贴着我们的手臂。